嗨起来！我是船长李头拜，我是金草。哦，哎，你不认识吗？他不是那个白瑞，白瑞。哎哦不是所有人都爱我，全世界都在爱我。我出道的神曲你不知道吗？来一曲吧。如果我开挖掘机，你还会爱我吗？你没听过这首歌吗？一时是一不免怨叹，一时落魄。欧美的，你们卖保险怎么搞得跟搞做传销一样？新出锅的保险，你不会把外套扎里面没穿吧？哎你什么时候失的身？一直在失身。哎呀，好可怜呐、啊！真心疼我白，我白全部都在吃方便面。我刚发现我们俩卡不一样哎，我是 VIP 健身卡，我那是什么？它是促销次卡。小白好可怜啊，所有被他投保的人都塞着了。白呀、啊，你舅家儿子考上公务员了，你到底什么时候能有个安稳的工作？白呀、啊，你大伯儿子都开豪车回来了，你什么时候开个车回来呀、啊？白呀、啊，你姨家女儿都带俩娃回来了，你告诉我你啥时候能带个女朋友 ？No house, no marriage。我是典型三失青年，反正。对，失身失业，这个又失恋。2017年是本年度最悲情的一个人，就想退卡，我就要钱。我就签了两个单子，然后两个单子赔了3000万。可怜的白啊，你不被开除谁被开除啊？真心疼我白。明星大侦探，绝望的主妇，贪婪的代价。